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月，第一个月非常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啊、哦。因为2021年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疫情的来临在之中度过，非常的不好受。2022年，我们全新的一年重新开始，加油！昨天是跨年嘛？对。那你有没有看到线上的五月天的音乐会？我看前面一段。哦，哎，陆海空，哎，超帅，有直升机啊，海上，然后还怪手在挖地板，真的。然后最后周杰伦还进来，哇，整个真的是天团。好，我听到的歌叫做《人生海海》，它是在船上拍的，因为船上乐器比较难配置嘛，他们惯用就打了一个木箱鼓。我觉得这个《人生海海》的版本真的超好听，推荐大家听听看。我知道降落之后一定要下去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是不是超好听？是不是超级好听？对，这个版本《人生海》木箱鼓，我记得以前没有听过。应该之前是爵士鼓吧？应该是。好，那我们来就照这个木箱鼓版本，我们再来打这个节奏，我们就教大家这个节奏哦，教大家这个节奏来哦。第一拍动次次次，第二拍大次次动。第三拍吃吃动吃，第四拍大吃吃吃，速度动吃吃吃，大吃吃动吃吃动，大吃吃吃。OK， 来放音乐了，算拍子。先听律动 ，One two three go。超级好听的哦，这个版本真的很迷人哎。然后好像在这个大家一起跨年玩尾奏又是放这首歌，真的这个版本超级好听。好，就这个木箱鼓节奏送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目前是发烧影片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曲，第一名的歌曲。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2022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人生海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最后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要逛逛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